设定副标题的文字为蓝色，选取第一张投影片的文字方块，设定格式字型，字型为粗体字，28点大小，蓝色文字。蓝色文字为 RGB 00255。文字效果，设定动画为接续前动画，进入效果为色彩打字机。开始时间为接续前动画，速度以很快的方式好用。以上即可。